今天做了可爱的凤梨月饼，搭配满满的凤梨馅料，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特别棒。月饼糖浆、花生油和碱水用筷子充分搅拌至乳化，加入普通面粉，采用折叠按压的方式整理至没有干粉即可。盖上保鲜膜静置1个小时，取20克加入适量的抹茶粉，做成绿色，用这款凤梨馅方便好操作。用20克黄色饼皮包裹30克的凤梨馅，2颗绿色饼皮作为叶子，撒少量干面粉翻粘，搓成长条，放入凤梨模具，一压一推，可爱的造型就做好了。喷水200度烤5分钟定型，刷上一层蛋黄液，用锡纸盖住叶子部分，180度再烤12分钟。